一定会难过。像薯条了吧？
258块，来收你200，需要打红边吗？不用。好，什么口味？不是冬瓜仙草吗？冬瓜，你要买几杯？至少2杯吧。冬瓜仙草、冬瓜柠檬，还有冬瓜百香。啊，你要什么？三选一。啊，三选一。又变三选。三选二，三选二，讲错了。不用买到三杯吧？要买到三杯那么多啊？随便啊。随便你们啊。仙草，看你还是你三杯都要，随便你。好，仙草、柠檬、百香，三杯吧。冬瓜仙草、冬瓜百香，真的要柠檬吗？对啊，我想要柠檬。你想要柠檬？需要袋子吗？要。分开装还是一起装？分开。那只有百香帮我用粗的吸管，其他都用细的。好，这杯绿色的封膜是柠檬的。好，蛮好啊，蛮好啊，对啊。